比赛即将开始，有请主裁判入场，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第一局版型为玉女列白。身份底牌，倒数十秒之内，请戴盔。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你玩狼人杀没有露脸，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而闷闷不乐。如果你闷闷不乐，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你就会不小心闯入神秘实验室。如果你闯入神秘实验室，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而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三、二、一。天亮了，请摘盔，请举手，玩家将上警灯点亮，竞选警长环节。五、四、三、二、一，竞选警长的选手有一号、二号、三号、五号、六号、七号、十号、十一号。
根据现场时间随机从十号开始发言。请下时八九十号是吧 ？Sorry， 八九十号是吧？是这样的，那个选牌的时候本来想选上面这张的，结果选了下面这张。我觉得上面这张可能是狼吧，就随便打一打吧。我觉得十号玩家可能是狼人。我井上本来想给就想来淘淘票，然后分辨一下预言家的，但是我是好人。第一个发言，反正我看亏，我看牌是戴着口罩看的，你们也定不了我是啥，好吧？就打十二吧，因为那张牌好像是本来我要选的，好吧？就这样，我好人过了。我发言，关注蛮仔细的，你怎么不知道是我拿案呢？我觉得你发言机身份，没觉得一定是好人，一定是狼，而且漏了四吧，对吧？人家在对面，我保一张牌，我保九，我这九是好人。摸牌看像好人，他摸完牌很平，对吧？没什么卦象，我觉得像好人。结合嘛，因为他有几位玩家新来的，我觉得九如果是狼，摸了这张牌会有点紧张。他摸完牌非常平，就眼神都没有慌乱，所以我把他保了，对吧？三号玩家是摸完牌强明我身份，对吧？眼神也在飘忽，听听你发言吧，三号玩家在中置发言，可以点评蛮多了，前置一二，对吧？十一都发过言了，十号玩家我觉得 X 吧。第一个发言不能点名太多，我觉得十号玩家就随给 X 身份，对吧？十二号玩家其实很多人很关注你，对吧？你在我边上我抿不到你，但是我觉得你沉默寡言，偏于沉默寡言了，不太想知道信息的样子。一号玩家也挺关注你，对吧？就听听一号玩家对十二的判断，对吧？就这样子吧。我觉得九是好人，井下四八十二确实要进行位置啊。主要也听听三号玩家，对吧？我觉得你对我身份判断还是蛮准的。如果你觉得我是狼，你就可能就是狼了。好，过了。应该就三六跳了吧，就你两个来吧，七也不能跳，五也不能跳，这十二是啥？你们冤家就验噻。那十一说九好，他还不点评十，他还没说十，那前置位你们就听十一井下站边就行了噻。他说九好的了嘛，那你们就验十。我觉得四八不是两个，四八里面有男的不是两个，你们两个肯定是身份四八。没有了吧，那就三六你们来吧。我觉得可能是井上两个井下两个吧，不知道，因为我现在也定不了十二的身份，就三六对跳吧，就这样吧，过了。我想想那个，我想一下，我开牌抿那个，我开牌抿八有点像身份，不知道是狼是身份。井下听发言，其实我没有觉得九有好人，像好人像狼人的。十一给九好人那个位置十，其实我觉得一像发言像狼，一发言那个位置你给的三六两张牌对象，三号玩家现在不知道，那个一的发言当中带有外置位的点评。就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哪里奇怪，就是听起来很怪，但没有关系，井下再听一听吧。我是好人，其他就没有了，就听你们后缀发言吧，过了。选手由于抢先发言被 DQ， 五号选手请发言。等一下。三号选手由于抢先发言，裁判宣布被 DQ。请五号选手发言。他肯定是跳了，对吧？那就我来吧，就不管是帮他的还是就是万一他要是预言家，我也就反正他知道的我都知道嘛，所以我也给十二发个金水。要不然的话，这游戏好像就很难打了，一会儿别一会儿就唯一一个了，也不合适了。我也给十二发个金水，我也不退水。因为他万一是预言家，我是好人，我也可以拿这个警徽嘛。听发言是听十一像好人的，十号玩家是挺记身份的，因为四号玩家就在你对面，你不太能不看到他没上警的。你着重攻击了十二号玩家，如果他是预言家的话，你的嫌疑就很大。一是我抿的像好人，别的也倒没什么了。发言就是在敏后面谁会跳谁不跳，二号玩家比较滑，我是不太会退水的，因为你们觉得他是狼，
我怎么着也得补个位吧，俩狼这么送也不合适，所以说我就在这刚着了。反正他报了十二金水了，我就把这个东西挪到我身上继承他的遗志。别的其实倒没啥了，你们两个谁跟我跳啊？其实都可以啊，我都可以的。然后那个，如果要是井下的觉得三号玩家是预言家的，可以上给我啊。如果你要不觉得他是也无所谓了，好吧，就是我代表他的遗志嘛，我就在这边立着。然后我也就不抿了，因为这一半都戴着口罩，我也不知道咋抿，本来抿的就不太好，对吧？当然我还是挺希望井下的四号玩家和八号玩家能多多发言，好吧？那我就九二开了，我验了五十精神，你是好人，你就退水就好了。他是悍跳，已知那个等于走了一个狼，好人就退水就好了。七的脸色不是很好，我刚看三的你的脸色不是很好，我会仔细听你发言，我不想验你，因为你就在我后面发言。你觉得十一的发言是好人，因为你是我的精神，你是延保的一号玩家。我就井上先不去管他，我一定得把二号玩家这种发言开掉。你的发言是好人是狼人无法去辨别，你井上发言只有三十秒，井下的九十一，你保的十一，但十一曾经说过九是好人，我不觉得，因为他说九不紧张，他紧绷绷的脸一直摆在那里，还觉得他不紧张，所以其实井上你保的一跟十一，我没觉得一定都被定保，哪怕你是我的精神，但我井上先会按你的视角来聊，毕竟你是我的精神，我是预言家，井下八是好人就一定会投给我，所以他的票型我就知道他是否为好人。就只有四九需要验，我就想把那个一直紧邦邦的九号玩家验了。十号玩家我也不去做定义了，他的前队发言他有发言能力，所以我井下会听你的发言，井上就把那个二号玩家验掉，井下就验九，我是预言家啊。井上你要我说谁一定是狼，其实我觉得我金水宝的里面可能有狼，因为十一井上做的很多工作，但比起十一我反而觉得一比十一更不好，因为你是在井上说觉得井下四八一定有身份，觉得三六开对跳的，我觉得你是好人啊。假设起码我认为你做不了明级明以上，因为如果你的底牌为明级明以上的牌，井下的那些人不是狼人，你反而是等于在帮狼人做事情，所以我反而觉得一还没十一好。但我不知道谁是狼，因为你是我的精神，你井上把他们俩都保了，我是预言家很难去展开视角，不过也正好因为二号玩家有这种划水的牌可以验，好吗？井下有我认为要去验的牌，井上还有我一个觉得现在很紧张的七，我是预言家，好吗？听完发言，所有的发言五号玩家，我是预言家，希望你能够为我退水，我验了你是金水，就这样吧。五是金水，请会留开九号玩家与二号玩家，过了。大家好，我是一个好人呀。那个，我觉得六不太像预言家。因为三号玩家验是爆出来，他说十二是金水的，根本你视角为什么从来没进过十二呢？一号玩家说三六要对跳，他觉得你是预言家，他们晚上如果安排格式三去起跳，他已经明到你是预言家，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呢？对吧？然后而且你说十一不太灵，十也不给定义，去验个井下的九是什么意思呢？十一说十不是很好的，说十机身份的，然后二号玩家是打过一号玩家的，对吧？他说一号玩家像狼的，那你觉得一像狼，为什么二不能斩呢？所以我觉得你发言就自相矛盾，就七字八搭，所以我觉得你不像预言家。我觉得那个一像好人呀，十像好人，九卦象也像好人，我觉得二像狼，因为二观点跟一是持平的。二号玩家说我忘记了，他说八是挂底牌的，根本一也说四八是有身份的，然后你对前置位十十一的定义跟一是差不多的，那么为什么会去打一呢？所以我没觉得二是好人。如果看卦象的话，我是觉得二号、四号还有八号是比较有身份的，好吧？后面其他的没看，这是我的意见，好吧？我是一个好人，所以那个叫什么？你们井下们自己投呀。我觉得六不是很像预言家，好吧？那个，如果你们不想投六呢，我们也可以外资委找个民警，然后第一天外资委投，就让他一直活着好了，对吧？也没有关系，好吧？过。警长发言完毕，退水自爆环节，五、四、三、二、一。人在井上的选手有一号、二号、三号、五号、六号、七号、十号、十一号，请井下选手戴盔投票，请戴盔。五、四。三、二、一，四号投给十号，八号投给六号。
四号投给五号，六号、八号投给六号，九号投给七号，十二号投给七号。投票结果，七号当选警长，昨夜平安夜。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我觉得六号玩家是，我觉得六号玩家挺像预言家的吧？我不知道五号玩家什么意思啊？六号玩家发五号玩家一个金水，五号玩家是一直刚着警，我不知道你是想反水，还是说就像你警上发言那样，就是不想退？不知道五号玩家啥意思？但我听六号玩家独立发言，我觉得还可以啊。三号玩家，你们为什么？因为六号玩家现在属于是单边预言家，三号玩家是起跳发了十二号玩家金水。那为什么都不投给六啊？我没懂啊，六号玩家发言很差吗？六号玩家跟我对井上的定义其实差不多，我觉得二号玩家井上发言是最不好的牌。前置位点评，二号玩家井上太滑了。六号玩家起来点了二，我觉得六号玩家还可以。但是我跟六号玩家观点不一样的是，一号玩家他是踩一的，但我觉得一号玩家是我听井上听的是最像好人的一张牌。十号玩家挺挂身份的，十一。不知道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十号玩家发言就是很挂身份的，十一号玩家对十号玩家就点评就挺少的，十一号玩家说什么十号玩家因为第一个发言所以就不点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说延保了九四八还有几进位置的，我不知道十一号玩家是什么，虽然说我认的预言家金水给了十一号玩家好人身份，我也没觉得十一号玩家 X 吧，反正井上我觉得最像好人的是一号，五号是我认的预言家的金水。反正我可能会站边六号玩家吧。七号吃了警吃两票，我就跳了吧。我是女巫，七号是饮水，我还是挺想站边六的。别的就没了，我过了。叶伦今天出六。二号玩家说，我没觉得十一号玩家说九号玩家像好人，二号玩家说我没觉得九号玩家像好人，二九怎么可能是共变啊？你警徽流打出二九是什么东西啊？而且三号玩家是我一张延保的牌，他跳什么就是什么，他跳预言家就是预言家，我是猎人，你是女巫，不冲突的，好吧？后置位如果有女巫也不需要跳，你上票给六是不可能的。因为五号玩家井上在井上就等于已经反水了，他说他是偏向站边三号玩家的，对吧？偏向站边三号玩家，他认为他要刚这个警徽的。如果五号玩家认为六号玩家底牌是个预言家，五号玩家就退水了。所以五号玩家没有退水，而且你对六号玩家说什么二号玩家像狼，你说哎二号玩家像狼，这可以的。那什么几号玩家什么的，反正我前面也没听楚，反正你跟六号玩家想法都是反的。那你怎么认为六号玩家底牌是好的呢？好吧，所以上给六号玩家，你说你是女巫，那你是女巫好了，我是枪。好吧，今天就出六号玩家，其他没什么好说的吧，好吧，十二号玩家是投给跟我一样投给七号玩家，因为我认为七号玩家像好人，对啊，你认为七号玩家像狼吗？你是那个对吧？还要说什么东西啊？七号玩家说一号玩家像好人，那可能是好人吧，因为七号玩家对一号玩家有可能身份第一蛮准的，我是没听出一号玩家像什么，后置位如果有女巫也不用跳吧，好吧，我如果你是女巫你也站错边，我是枪，好吧，后置位有枪我先翻枪，今天先把六号玩家出了过了。我觉得八号玩家是不是发言太紧张了，然后前面跳了那个发言发不好，后面才跳个女巫的。我是本来我觉得五六八像三张狼人牌，因为五号玩家其实对他的身份定义只能是 X， 不能因为他说三号玩家被弄出去了，他在那个位置帮三号玩家补跳一个预言家发十二金水，所以五号玩家身份反而可以做成一个不见面的牌。我认为六号玩家发五号玩家金水，要么就是要么是跟五号玩家是同伴，要么就拿五号玩家在做身份。我觉得八号玩家本来发言全都是狼人，但是他如果是狼人，后面补跳一个女巫，他没必要发七号玩家银水，他可以补一个五银水也好，还是十二银水也可以，因为
八号玩家前置位发言是，他认为六号玩家是预言家的点是什么？二九什么警徽流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还 Q 了我，因为我发言我是你们没听清楚我发言，因为一号玩家说我 Q 了十二，我没有 Q 四，因为他们都在井下，但是我是说我拿牌的时候，我拿就是十号玩家拿了一张我要的牌，所以我 Q 下十号玩家可能是狼人牌，所以我 Q 十二为狼。那后置位一点了我，八点了我，五也点了我说我鸡身份，那大概率十二号玩家这张牌我是打错了，所以我觉得点我的可能都像狼。我觉得十一号玩家应该是好人，二号玩家也像好人，因为二号玩家为什么？因为七号玩家他说二号玩家不好，但是我觉得二号玩家他给我建议的好感是基于他点了一，因为一号玩家他原生态发言是井上两狼，井下两狼，那井下就四张牌，我 Q 了一张牌为狼人牌，那因为一共就50%的概率，所以你说要来验我这个点，我没听得懂，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去锤一号玩家可能反而身份做好，我觉得十一号玩家底牌为好人，我觉得。五号玩家可能是狼吧，但是如果你这轮选择反水，可能我还会再对你身份重新定义吧。我觉得八玩家跳女巫之前，八号玩家为狼人，我觉得五六可能像两个吧。那就跟着猎人走吧，今天把六投了，过了，过了。哎呦，我是你就跳女巫了，十号玩家。我警上觉得不点你吃，我觉得你带身份，女巫猎人白痴之类的。哇，全跳了，十号玩家就没位置了。我觉得你铁身份，警上。表水说：“哎呀，我为什么上井？是不想投票。一般来说，这样发言我就标个神，先标个神，不想点你。凌空打十二，现在没身份。我觉得你打的位置错太多吧。一二，我对他们定义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二是狼，一号玩家有可能是二号玩家同伴。因为我自己听你发言，我觉得还可以，真的还可以。点的位置跟我像差不多，我也觉得三六要跳，对吧？井上井下，我当时觉得井下都像狼。”四八十二，我看着哇靠，都挂上好重，除了九以外都好重，一个个都崩在那边。四号玩家是吧？勾在那边都是。所以一号玩家说井上两个，井下两个状态都差不多。但是我是认为这样的啊，如果二十狼不太敢打你，你发言太亮了，不太敢打你了，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两个的。再听听一的发言，对吧？我再听听一的发言，我觉得十是狼，十说二十好人，一是狼，我靠，有可能是在包装一二里面的身份的。不然为什么能给出这样的身份？因为前置都觉得二是狼，前置都觉得二是狼吧，没有会觉得二是好人一是狼的吧？所以你敢这么打一二里面，我是觉得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六号玩家，我觉得二九顺眼太扯了，真的太扯了，不构建逻辑关系。前置三已经起跳了，发了十号金水，十二张牌还是得聊的，不能不聊，对吧？二号玩家说，哎，他说那个十一像狼。他保的九号玩家不一定是好人，他说九为什么能保，所以十一不一定是好人，二九逻辑关系不成立，两个狼的就算七点的，对吧？所以六号玩家说二九顺眼特别扯，真的很扯，而且你给五发金水很像薄利度，我前面说我帮三号玩家代跳一下吧，你就给他发个金水，你没有，我觉得你验不到五，没有验五的心路历程吧，这是缺失的吧，我是很想听你验五的心路历程，这要听吗？因为前置他刚好说我帮三跳一跳，你就说你是我金水你退水吧，这就非常的假了，显得非常假了，对吧？如果有个强大的心路历程支撑，因为这是很巧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是预言家，前面的我金水帮一个悍跳狼带跳了，我爆出他金水的时候我要有心路历程来支撑呢，哦，因为外置会觉得你特别假，这样的心路历程，对吧？六号玩家就这样子吧，现在是很惨的，因为三是不能发言的，是没法发言的，是无法分辨，只能听六单独发言是不是，对吧？就这样吧，还是要关注一的发言，我觉得你发言井上发言够亮了，有格局感，二如果是狼不太敢打你，所以我对你怀疑，而且我觉得十不太像好人，他说一是狼二是好人，哇天哪，所以我会重新再考虑你的身份，因为位置不多了，九是猎人，八是女巫，七是饮水，对吧？十二是金水，三是预言家，哇靠，没位置了，四是投给五的，对吧？所以如果啊，便是这么站的话，就是一二四十出三个，是这样子吧？啊，我是觉得井上如果要去在五六，沾边三啊，六肯定不是。我之所以没投给五，是因为我觉得五你是个好人，你就会说，如果我认为后缀像，可能我就会退水。你也没说这句话，如果你说这句话，我肯定投给你五了。我觉得五十开不了两个，五十一定不见面。八是我的眼保，但他跳了女巫。其实我是明九像狼的，因为井上十一说九像好人的时候，我对你十一其实挺怀疑的，因为我觉得他很紧张，他看牌一瞬间就皱了眉头，所以我觉得九是狼，但他现在跳猎人，那就是摸了身份牌，那就是我看错了。我觉得井上二是狼，十一，我听完你这轮发言，我觉得你还行，我觉得十也不一定，十也不一定。
五跟十最多开一个，所以你一二四至少开了两个狼，今天就把六投了，你五站错边了。我投给七就是因为七打六的点我都认，其实我觉得七是井上的名好人，我就投给七了。我看了九投给七，其实我把九也放了，四投给五。其实我看的话是一比四更像狼，但是你这但听一听吧，好吧。我心中狼坑是二六是两个。我其实觉得五不太像狼，光看的话，光看听井上的发言也不太像。一四十开最后两个吧，我觉得十一这个人发言还可以，我也不着急把四狼点齐，总会今天六先出局嘛。你们如果当中出了好人牌，就自己发言爬一爬，好吧？那就没了吧，好吧？你八你自己看着读。我觉得十一还可以，十有点怪的就是打了五六八，但我觉得你是个狼也不敢打五六八，因为八的在井下的这个状态太爆水了，我觉得你直接说看了八像狼也不太像，所以那边应该重灾区，好吧，我是好，我是金水啊，我就不用表水了吧，那就把六投了吧，好，过了。那个三是预言家你才是金水啊，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三是不是你平常是金水啊，那个今天就出十，那个六打不打牌明天再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六是不是，那个十肯定是了，那个八跳女巫站边六，九说猎人今天要出六，你说跟着猎人去把那个六投了，你为什么不听女巫的说六是预言家，你没有独立的思考量啊，你想你如果觉得六是狼，那他的狼坑在哪儿啊，他的狼是谁啊，我肯定是好人啊，那个饮水说我是好人，我本来想吃警徽的，你们又不投给我，那个六号玩家在我这儿做不起预言家点，是因为已知那个三号玩家已经给你跳了，五是你先出来的金水，那个现在七是个银水，那我是个狼后座位这么多好人，我查查你他们占不占面我，你还能说就二号玩家比一号玩家好，你怎么做预言家，我是个狼就直接查查你了，那三是我同伴吗，还轮得到你发言说什么五金水吗，那我力度不是无限大吗，我最有可能拿警徽的，我不就铁好人吗，今天你公投十号玩家，毒就二四里面毒，你只能跳女巫。二号玩家你这样的发言，你跳不了，今天晚上你就铁吃毒。那个八号玩家毒口就这个二，就这么简单。明天起来再说三六的问题啊。那外头不有狼吗？怎么可能觉得我是个狼啊？我干了什么事啊？我说十一说九好人嘛，现在十一说九四好人啊。那你们听十一站边就完了噻。我是个人觉得六不太像的，反正你饮水。对吧，七八一定不是两个，七说六不是，八说女巫，我在面六跳八七饮水，我就跟七投票，你说今天说归六，今天就投六，反正稳走一个也没有太大问题，对吧，轮次是不落后的，就弄十三。我是觉得如果三四狼的话，因为现在十代像狼，十号牌在我这儿像狼，所以六我就保留他一天面吧，应该就是二三四十吧，如果八十六是预言家，但我待会儿待会听那个听播这位六号玩家的发言，那就这样吧，过了。我觉得是三十十一十二容错在张四，因为那个位置我觉得六是个预言家，一是个好人，我觉得十一是个匪徒，十一号玩家六号玩家打了一号玩家打了二号玩家，他那个位置打了一二两张匪徒牌，十一号玩家你那个位置说。你觉得六号玩家不像，你觉得一二是两个匪徒，那六号玩家告诉你一二是两个匪徒，你为什么不站六边呢，不是这个道理吗，十号玩家告诉我五六为两个匪徒，五六怎么形成两个，我们首先不说八号玩家这张牌跳了一张女巫牌，我无所谓的，首先我告诉你我底牌是个平民牌，那个八号玩家首先你觉得我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个好人，那其他东西你可以通过我的发言能听出来，就是我觉得是三十十一十二，十二号玩家你告诉我二号玩家不好，那一号玩家底牌是啥，十号玩家那个位置去说二号玩家是好人，十一号玩家你说十号玩家有可能是一十一二十是三个匪徒，一二十形成三个匪徒，为什么十号玩家要造一二形成对立面呢，那打二保一不就打二保一，前场你们全面的所有的人不都是把打二保一呢，凭什么到十号玩家那个位置要去打一保二呢，不是遇到你们，那有没有可能十号玩家那个位置底牌是个狼人，一号玩家那个位置底牌是个好人，我二号玩家底牌是个好人，他那个位置打我斜板子去打一号玩家，建造一二两张牌对立面，我井上说我听一号玩家井上的时候发言，我觉得一号玩家可能底牌像张狼人牌，我可能讲不出什么逻辑来，就是单纯的听感问题，你们说我比较的滑，那可能真的有一点点滑，但是并不代表我底牌是个狼人，不是遇到你们，
所以我认为，为十二号玩家那个位置，认为二号玩家是个匪徒，二号玩家怎么行？那你觉得一号玩家是个好人？前置位十一号玩家告诉你一二是两个匪徒，你觉得十一是张什么牌？你觉得十一是个好人？十号玩家打五六双狼，那十号玩家你认为五六的五十当中出只出一张？五号玩家那个前置位说六号玩家你那个就是五号玩家说我要这个警徽，六号玩家说底牌是个狼人，说五号玩家你就吃这个警，你就我给你发个金水，对吗？那五六两个狼，五号玩家为什么不退水？不是这个道理吗？虽然这个逻辑可能说明有可能五号玩家故意造成不五六两张牌不见面，但是在你视角里面，你盘出这个逻辑不牵强吗？不是这个道理吗？我是好人啊，我可能会选择去站六的边，我是个好人牌，过了。那二铁粉啊，不如今天快乐点二次 PK 嘛。我说一下我投给五的心路历程，我没觉得五六下两个，因为五号玩家做成六号玩家的匪同伴，他起来为三带跳一下，六号玩家直接把五打于焦点，我觉得六号玩家不傻，他不会，所以那个位置如果六形成预言家，七有可能形成井上工作的匪徒的，所以我没有上票给七，我上票给五。还有一个就在于六号玩家没有说三是一个狼人在 DQ 了，然后你在观察场上玩家的一些表情一些发言，但是你没有有这些观察的这些细节出来，所以这是当时我比较怀疑六没有去站边六的。所以那个二号玩家，我不知道二号玩家是打的冲锋还是倒钩哈，因为他点的三四十一十二，首先一号玩家是攻击前置位，在攻击一二三一二四里面产多匪，很可能产多匪。一号玩家是打的二三四，极有可能是三张匪徒，你把一号玩家宰掉，直接把十一十二以及四号玩家给五投票。大概如果我做成三的匪同伴，凭什么我不给七上票？七是明确攻击六号玩家的，二号玩家是怎么把四号玩家打入匪坑的？所以二号玩家打人就一不成逻辑，因为我也没跟六上票，也是在于六号玩家没有厌恶的心路历程，至少我们听到，所以当时我是有点犹豫的，好吧？我是想站边六，因为我觉得预言家如果没能发出言之类的，一切结果我们也没办法，所以那个我不觉得五六双狼，所以我上给了五号玩家。我再听一下六的发言吧，只是我六号玩家那种发言我不太认得下，且你没有去聊一些东西，但是二这个样子为六打冲锋，我就不知道是垫付还是倒钩了。大概反正现在还没有跳女巫，除非五号玩家跳女巫，五跳女巫我们只能在六二里面去投，也可能因为现在没跳女巫，八应该是真女巫吧。好吧，我是好人，过了。我觉得十是狼，但是二就是发完言我都想先出你了，你的位置就打一就没了，一号玩家指着你的鼻子说你不是女巫你就吃毒，所有人都说一二得出，且一号玩家攻击了你两轮，你就不打一，你都说什么三十十一十二，你打的点都不对，那你不就打一吗？一号玩家指着你的鼻子骂，是不是？所以说二号玩家就很像匪徒，的确是没有什么人跟你站边啊。我也不是很想跟你站边，所以我刚着。你说了五号玩家是我的金水，但是我金水点的牌可能有错了，有错你就验呀。等你死了之后，我跟着一十一两个狼就一起欢乐的奔跑，最后死。那你都说了一十一，你觉得有狼，你就去验他，跟九二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这个就发言这点，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我也不管什么有没有女巫没跳，因为我听八是女巫，因为八如果不是女巫，就不太能报七阴水，因为他自己很纠结，他卡住了。七号玩家是不信他的，八号玩家说我觉得六十，所以说他卡住了，他就这样。你都有可能做好人，因为你的发言也很纠结，你觉得六号玩家可能是，哎，但是发言又也不太像，所以我就投给五吧。那但是我又觉得六是，但是三号玩家又怎么着，所以你发言挺像闭眼视角的，所以我都不想把你打入一个特别死的坑位里。我觉得二十就挺像两个匪徒的，一其实我这轮都没有特别把它放得特别死，因为坑位太少了，
我是没觉得十二号像狼的。你可以外置为low，我觉得无所谓，都这样。如果你真的跟如果你真的觉得三号玩家为预言家的话，就外置为low，因为已经这样子了。因为外置位，如果三是预言家，外置位的狼不太难找。二十就是谁是预言家，我觉得二十都是公共的。我愿意给你容错呀，但是因为全场都不信你，只有一个女巫信你。但是你那个发言，着实是我的观点跟十一号玩家一样。燕我其实没有任何心路历程，有点心路历程边边也好，片面我也好嘛，也没有，就直接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所以说我其实不是很信你的。七是好人，井上像好人，好吧。然后。能聊着这么多了，我建议八号玩家如果开读的话先别读四，我还是想再听听四号玩家发言，好吧，能聊这么多过了。读谁读谁过了。那八想读谁就读谁啊，七是银水，本来七不是银水，我真的想把他偷了把警徽给我的，听完发言他总归认了我是预言家，你们要把我推出去又推不出去。三底牌是预言家，我是狼，我给你发金水干啥？我在外置位找个那个发不是更好吗？那个九号玩家你就压压手，你不如直接压手在井下发言。四跟十成我的同伴，十号玩家在井下说就跟猎人的把六投了，四号玩家说我同伴在井下上票给五号玩家，你们能不能盘一点基础逻辑啊？井上预言家没了，我是狼人在悍跳。井下只有女巫给我投票，井下不砍狼四十二都是好人吗？你们盘不盘基础逻辑的？井下四个好人，四号玩家井，那我就直接跟你对话，那我直接把你井上的东西讲一讲，井上为什么要那样发言？因为你保了一十一，那我就说那可能开问题就是二十，本来二十在井上就发言很滑，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二十很像两个公共匪坑啊？那我怎么做狼啊？四号玩家井下的发言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把它保下来，那我就按我自己的发言了，我就按我自己听的。四号玩家井下只有一个二。陈迪外发现他说二铁狼全没了，他眼中十二都没有，因为井下的八跳了女巫，九跳了猎人，他自己少人连十二都看不见。井上一号玩家我跟你说，我不是说你比二差，我说你比十一差，我说哪怕我觉得一十一输了你要比十一差一点，因为十一说只盯着九号玩家一个人，哪怕他做了工作，那九号玩家是硬邦邦的在那里啊，且三走了以后，七号玩家他只能自己说他是不是很紧张的那里。我是预言家，他是狼人走了，我怎么知道七号玩家是好人会紧张啊？我悍跳，那个我要去得罪井下的好人，天生不要票得罪九，得罪后座位的疑似饮水，我上狼就知道他是饮水，得罪饮水干啥呀？盘不盘基础逻辑的？十就肯定先投了，十二号玩家我就觉得很好，没有人打你。你的发言也是很像狼的逻辑，你的观点跟我是井上是一样的，你说我铁不是，因为我井上说过我觉得十一保九有问题，你说你井下发言原生态发言说你也觉得十一保九有问题，结果你说我井上发言就铁不是，我真的没太听懂你们在说啥。九号玩家是猎人，他说三是他连保，他说他是啥就是啥，那就建议你压手，这是对于你的忠告。十就肯定 low 了，他们不砍我也不可能，明天我死不死是不是预言家你们自然知道，留我验人我更开心，狼还得那个什么想办法扛对，扛对不了还是得输，我觉得外置位容错去验，八想赌谁就赌谁，我自己会在，我不会在那个什么四号玩家二号玩家十二号玩家里面去验，好吧，我就把杀验了吧，我真的不知道他底下发的杀验，他虽然很像好人，你们都想都说他很像人，但在我的眼中我是预言家，他发言不上票给我的道理没有，我投六呀，十四狼外置位的三狼结构，另外他两个同伴是谁？你帮我讲一下，你没有讲。一号玩家是订票要投十的，二是站边你的，他说你是预言家，他要投十的。四号玩家说二号玩家像狼，那么如果你认为十是一个狼，一二就都是好人，四是一个狼，五是一个金水，那么外置位的狼坑只有十一、十二，十一是井上就打过十的，十二跟十是构不成匪同伴的，你是预言家怎么可能去投十呢？是这个道理吧？你是预言家，十是一个狼，他外置位散发的狼坑就没有四狼结构，所以我觉得你不是。我没觉得十很像狼呀。十是狼外置位，他的同伴是谁来？有人捞十了，你们从井上到井下有人捞十了。八跳了个女巫，十是狼，为什么不跟八对跳女巫呢？前置位都认为八号、九号玩家都说八号玩家，
他说你前面发现都是狼，后面跳了个女巫，那么为什么十不顺水推舟跳个女巫呢？不去订票呢？一号玩家打十的点就很滑稽，你说十号玩家说就跟着九投票了，就跟着九投票把六投了，你认为六是一个狼，那么为什么要先投十呢？我觉得五号玩家如果你要把四进宝了，那你外置位四狼结构你也很难找齐，四是一个好人，你觉得他井下是一个好人，你井上狼十十一一二就要找三个狼，就要找两个狼，十十一一二怎么找两个狼啊，一二都要投十的，十一打十的，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四号玩家吧，我没有觉得五一定是狼。一号玩家这人对了十打就很奇怪，你觉得六十都是狼，为什么不先投六呢？好吧啦，我是建议你读二的，十先别动吧，好吧，明天一十一再听。四号玩家你是好人，你就要往井上找四狼结构，好吧，这是明天布置的任务，然后今天就投六，好吧，过。所有选手请戴盔投票，请戴盔，请举手投票，五四三二一，一号投给二号，二号投给十号，四号投给六号，五号投给六号，六号投给十号，七号投给六号，八号投给十号，九号投给六号，十号投给六号，十一号投给六号，十二号投给六号。投票结果，六号出局，请发表遗言。我是狼，投我同伴不行吗？不是啊，是我同伴，是我这挂住了。我是狼，你要找我的同伴啊？你觉得四十狼，四十狼怎么？你现在觉得二跟四是狼，四是狼，井下怎么可能投票给我？不投票给我？你是饮水，你不是饮水，我真的想拍，你知道？十一也能投我的。我没太懂，我现在是狼还是水啊？女巫是我的同伴，金水反水，得亏三不见了，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赢。你这波拿警徽，四投的谁啊？四投的我吧。十、十一、十二全投的我吧。你觉得十不是狼？十不是狼？你说我觉得十是狼，谁能不能做到同伴？四没说他是狼吗？四不是狼吗？三已经走了一个狼，我要给他找几个同伴啊？你找到了四个狼人吗？我是预言家，我已经走了三个狼，我说了四是狼、十是狼，我还要找谁是狼啊？我一定得把你四个整整齐齐的排列，告诉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发言是狼，我才能得是预言家。我惊呆了。你井上也觉得一号玩家是好，一号玩家，你说他什么发言那个啥？四肯定就喝毒了吧？哎，八号玩家随便读，因为狼给了一个轮次，好人还有容错。我没想到五号玩家、十一号玩家跟七号玩家可以把我投掉，九号玩家的压手没压手就没关系。我是没想到你们三个能把我投掉的，因为我没觉得你们三个中间开朗，真的，我真的就真的觉得很像三号玩家、四号玩家、十号玩家、十二号玩家跟二号玩家那边无尽似的。这样吧，我是预言家，过了。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你玩狼人杀没有露脸，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而闷闷不乐。如果你闷闷不乐，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你就会不小心闯入神秘实验室。如果
你闯入神秘实验室，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而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天亮了，昨夜双死死亡不分先后八号十号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警左或警右，请给手势。五号选手请发言。我会投二的，我不是保四，我说的是女巫先别毒四，因为在这些坑里头四号玩家是可以再听一轮的，二号玩家不踩一说什么那边全是匪，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你是好人就肯定是攻击一的，你保十为什么要保，怎么保的十啊？我跟十一号玩家发言几乎一模一样，他说十一是好人，我跟六是匪徒，是有这种，我的确是有这种双匪结构的，但是的确没聊到点子上。我觉得十号玩家像好人是因为他说的那句为什么没给我投票的点，倒没有别的了，最像匪的就是二号玩家，一投二我觉得一就像好人，因为他应该也是愿意给六号玩家机会的，所以说我觉得十是匪。六是不是一言说什么五七十一你们仨我觉得都是好人的，这跟我拿预言家一样口误吗？我不是他金水吗？他不是应该说七十一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的，所以当然他死了我也不说什么了，所以说我觉得一十应该都是好人吧，剩下两狼应该就因为哦锁死就是二四了，如果一十一就直接保了的话就只能是这样了。嗯，反正六的一言我其实还是没太认下来，先把二归了吧，如果要是四号玩家是好人的话那就可能错的就很多了，因为十二号如果进坑的话我们就把预言家给干了，还是没觉得七项自刀，好吧，我会先投二的，好吧，过了，过了。哎，首先我肯定是好人，那个二肯定是狼，是我点出来的。我听了六井下的发言，我始终把我井上对他的这些疑惑，再加上他井下的发言，我觉得三是预言家，六是悍跳狼。但是我只找到二和六，我只找到二和六两个狼，其余还有两个狼，我肯定是好人。一是去投的二，但是他没有在六十里面投，他是把我打成匪坑的。那个轮次他应该不可能和十做身份，因为那个八号玩家是跳的女巫，他是站边六号玩家的，所以还有两个档我真找不到，找不到我就投二呗。三是预言家，我投掉投对的，投二也投对的，也不太所谓。五这个位置他来聊我，那个六是永远打不了我的呀，他永远是打十二而不是打四。因为十二是给七投的票，而且以结果论来说七是饮水，且井上他不知道七的身份底牌的情况下，七是攻击六号玩家的，他怎么可能打四而不打十二来，
我给他金水投票。写井下他发了言，他觉得二发言不太好。我说今天就快乐点二次 PK， 我觉得二铁狼，且点出了二为什么是狼人。我知道你昨天聊我为什么不好，因为眼中只有二号玩家，因为三六五还没分清，没分清其他外柱的站边都找站不稳，那怎么来找其他的狼人，所以就找发言最爆炸的狼人呢。所以十号玩家我觉得可能为好人的情况下还有两狼，我非要把一和十一排出去，我只能打一和十一，因为三是预言家，十二是金水，我就只能打一二十一。那个如果更玄妙，十是狼人，一和十一里面才有好人，但我是好人，所以我也不知道站对边没有，但是投二我肯定要投，二肯定是狼人，好吧，过了。后选手发言，我盘个比较基础的逻辑。首先，七号玩家是个饮水，五号玩家是我认的一张好人，且他跟六号玩家，就算六号玩家底牌是个狼，五号玩家跟六号玩家做不成两张狼，八号玩家底牌是个女巫，九号玩家底牌是个枪，那位置身份是不是一二四？把三这个位置摘掉，一二四十十一十二，六张牌要出三张狼人牌。首先，我底牌是个好人。那我当时听完十的发言，我觉得十号玩家打五六八为三五六，我们且不说他那张八号玩家跳了一张女，我认为他打五六两张牌，那个位置视角里面打五六就一定很那个。他来保我这张二号玩家去打一号玩家的时候，我当时认为一二可能底牌为两个好人，就是因为前置位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底牌可能是张狼，因为我井上会比较的滑水。那我认为他们当中也有好人来打我，也有狼人来打我，就要去分辨哪个张是好人，哪一张是狼。那一号玩家那个位置去聊我的时候，他认为我不是张女巫，我就底牌就只能是张狼人牌，这是一号玩家给我定义。而十号玩家说他认为二号玩家可能不太像张狼，而打了一号玩家，那十号玩家底牌是张狼，一号玩家和十号玩家就形成不了两个狼，十号玩家是个狼保我一张好人牌，且我是张在扛推位上的一张好人牌，一号玩家是有好人说，有人说一号玩家是好人，有人说一号玩家是狼，甚至有人说一二是两个狼，他就没必要说一十是两个狼，他去保一张扛推位上一张好人牌去打一张他自己的同伴，这是不可能的现象。所以当时我认为十号玩家底牌是张狼，一号玩家这个位置就可以摘掉。而我认为六号玩家是个预言家，加十一号玩家那个位置说他认为一二两张牌是两个狼人，有可能是两个狼，可能一二十是三个狼人。那一号玩家那个位。首先六号玩家首先他认为二号玩家这张牌发言不好，可能井上会比较划水，他打了一号玩家一十一当中，他认为一号玩家有可能是张狼，那十一号玩家在他那个位置，六号玩家是打了一二两张牌的情况下，十一号玩家认为六号玩家是张好人，就是他打了一二，他也认为一二是两个匪徒的情况下，为什么十一号玩家会投到六？且他十一号玩家视角里面一二十为三个匪徒啊，那是一二十为三个匪徒，那六号玩家为什么是好人？那怎么能是好人呢？我认为是这样子，我认为是四十三加十一十二里面开一张，我认为是四十十一是剩下的三张匪徒，因为十一号玩家告诉我六号玩家那个位置，那个四。十一号玩家那个位置告诉我，我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了，我就不重复了，我再重复我那个了。那我给你们盘一下外置位的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因为那个位置井上有人来打我，那有可能是我打错了这张一号牌，所以后置位说我又划水，那甚至打我进扛推位的原因可能是一号玩家是好人。那一号玩家，我希望你能听懂我的发言，这轮发言我已经给你。讲了，因为我认为你是个好人，我听了你上一轮的井下发言，我没有觉得你特别像狼，我认为十号玩家是个匪徒，且我认为十号玩家跟你做不成匪徒，所以我认为点的狼坑。四号玩家连他站边，今天就四十一里面鬼吧，因为三人他没去点十，我这个位置打了十，他说他觉得三四十一十。二号玩家点了坑，这就是我投二，因为你点了我，你说十是个好人，那我不可能去投十。六号玩家归，那我觉得因为打狼的位置都在去攻击这个六，但有可能是做身份，这个不排除，但是我想看第二天他死不死。那你们好票，我就外注投我心目中的狼。但四号玩家这人的发言就他说二肯定是个狼，那我单票挂到二，我没有必要这样做身份，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二是个狼了，你说一跟十一还要开一个，一跟十一怎么开啊？你到底站边的是谁？
你认为如果六是个狼，十二就是好人，那你一地牌是个好人，那你这个位置就要去倒五，你只能去怀疑二跟五，就不可能打一跟十一。你这能打了二十个狼，你这能说一跟十一还要开狼，我所以都觉得有可能四跟十一就两个。我是这样觉得了，九是个猎人嘛，你是个饮水，那怪罪坑位没有了。他去站边，他跟那六去投了十，他们觉得五号人，你们站边三的也不去攻击这个五，五我们现在暂时放。他且他反水投了六嘛，我们做身份我们再说。我是觉得你们没有人好人能攻击到我。十一号玩家上一轮的放言是鉴于我没去点他，不是没点他，是因为十号玩家放言太早，他说九号玩家是个猎人，站边要投六，他就去投六。那女巫也是站边的六啊。他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女巫，而且他起来质疑过女巫，那好人这个位置是一定不会去质疑八号女巫的，因为八号玩家在那个位置明确站边的是六，你说六不是，八号玩家报的是你七是饮水，好人怎么可能去质疑八号玩家是一个那个八号玩家是一个那个狼人呢？那你质疑八号玩家是个狼人，你就说六一定不是，因为只有六八的才能攻边，三八是一定攻不了边的，这是一定是这个道理，所以三的我会打十。那十一说二是个狼了，现在怀疑二跟一可能双匪，所以说十一号玩家上的时候，我是没有太多时间去聊他的，因为我是觉得四十一十二里面，可能十二的好人面大于四跟十一，知道吧？所以说我这人就是四跟十一里面去投，好吧？过了。我觉得你一二五三个狼，你一五太急了，保二是保不住的，你一保二你明天跟着走，出完你一不结束五就跟着走，五今天能点到二四吗？你昨天不说四进不了狼坑，怎么突然就二四了呢？你的视角里缺了一，一说要订票出十的，六说出十，你为什么不出十要出二呢？你这不做身份吗？今天还能保二，二是个好人，五说要出你，你认五是好人，昨天一单票挂你，你也认一是好人，你是好人，没狼了，真的在你眼中没狼了，打你的都是好人，所以你二铁出局，你一这个位置还能强拉四跟十一的 PK， 你一明天跟着走，五你他们走出局了就是你的轮次了，还没结束啊就是你的五的轮次，你五这一轮不可能点到二四，一跟十一怎么放的，一怎么放的，一昨天说六他铁不信他要出十，为啥六铁不信不出六要出十啊？今天二这样的发言你还能认为四十一是两个，出完二就出你一，明天就不结束五你就跟着走，我觉得你上一轮的发言就已经没过关，你这一轮发言点到四二四，二跟四人成了两个吗？是说今天六就不出了，今天就出二吧，二跟四人是两个吗？五号，所以我觉得你太急了，你一就更急，两个狼都要保，今天就出好人是吗？所以你二一你明天就跟着走，二你先出局，五打五定票今天要投，你说五是好人，二昨天单票挂，哦，一昨天单票挂，你说一是好人，你是好人，我找不到了，就这样吧。今天我兑换你七九两张牌，四跟四是我铁保的，十一我觉得也不是了，就是一二五三个十读错了，我说了五十只能开一个，一二四开两个，今天就定票出二一，你明天就你想发什么言都可以，反正明天你一跟着出局，最后就你五，如果没结束就你五，好吧？我觉得四十一都不是，就你们记住我保的人。好吧，过了。我操！那个五号玩家、七号玩家，你不考虑过站错边啊？他说七跟对话七九，那个投完二，投完再投一，你我真怕。我今天听二发言不是狼哎，我真听二发言不是狼。我觉得四号玩家今天发言比二差很多，他聊了后面说。我是狼，哦不，我是好人。
对吧？有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是心理暗示吧。一号玩家，我其实井上听完二跟一的发言是觉得同底牌，你懂我意思吧？我觉得同底牌，十肯定是狼，我觉得你们俩都不是。我们做个最简单的数学基础啊，哎，三十预言家，十二是金水，我是好人，十是狼，二六投十，做六做十身份吗？女巫战变他们二六投归十，八二战变六，相信六号玩家是预言家把十读了，哪有这么狼做身份的？是这样子吧？六十不能像两个吧？你自己是好人，你要归十的吧？十说二号玩家是好人，一是狼，二反妥打十，太像两个吗？不太像吧？不太像吧？没这么玩的吧？二十是两个就哦，十号玩家我觉得你是好人，打一十一是两个，对吧？二号玩家上只桌子总不至于不会拿狼人不会发言吧？前置同伴保了他，哎，去打已经位置打出来了，他反手打同伴，没中狼吧？我是觉得没有啊。我听完昨天后置发言，我就觉得出问题了。我不是很想投六的，我说实话不是很想投六的，无非是你，我们就想把他投了，没关系，因为就算六是预言家，三也到不了人，平轮次的，我明天起来再盘，就这样子的。我觉得是三四十十二。我觉得二不是狼，我觉得你也不太像狼，我觉得你打错了我，对吧？十二狼拉你上 PK 台的，你考虑考虑一号玩家，最要考虑就是你七号玩家。我看刚刚看你眼神，我真的怕，我觉得是我们站错边。六的遗言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说的，他觉得五七十一都是好人，不能觉得那是银水那是金水，他顶多说觉得十一是好人，对吧？我觉得你心态也不太像好人。你想啊，那是悍跳，场上三个狼，女巫走了，预言家不能验人，状态能起那么高吗？我觉得起不了吧，我觉得是起不了那么高的状态的。我们自己深入讨论过。井下，今天我听完二的发言，我真不觉得二是狼。我靠，我觉得他是狼，被大家都点死了，这个发言你够了，那起码骗到我了。我说。信息跟你们都不同，我认为八是狼，十是女巫呀。今天都可以出啊。我本来是认为是一五两个呀，十一号玩家本来我二十一全保呀。我觉得八是狼，十是女巫，八不可能是女巫。七号玩家是饮水，七号玩家井上是不占边六的，八号玩家是女巫投得到六号玩家。所以八号玩家除了他说他是女巫，我后面我跳过枪说过一句话的，我说后面女巫不要跳了，对吧？一号玩家非常不好呀，因为他就去订票出屎的呀，而且他的发言我也没听懂。你认为六一定是狼，那你就出六呀，十是不是狼再说咯，八是女巫，反正十也能解决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好吧？因为我八号玩家我不认为他底牌是女巫，所以我说后手有女巫也不用跳了。我本来那现在十一号玩家发言，我在想二跟十一能做两个狼吗？二跟十一好像也做不了两个狼。十一号玩家说九号玩家像好人，二号玩家说我不觉得九号玩家像好人。二跟十一做不了两个狼，那就是一五六八呀。我认为的狼是一五六八。一号玩家去投二号玩家是什么意思？要么任性一下，就一号玩家先出局啊，然后明天二五十一去 PK 啊。我四号玩家我不认为他像狼呀，四号玩家是狼投个五干嘛？好啊，我是这样，我是有可能活在自己梦里面啊，好吧、啊？我莫名其妙前面一号玩家订票出事。首先女巫出来了，枪出来了，女巫的意思是要出那个几号玩家，三号玩家还是几号玩家，对吧？他是站六边的，我枪是要出六号玩家的，你是什么身份要出十号玩家，对吧？你认为我站错边了，根本你就出三号玩家，劝劝我，就是风头是一号玩家带的呀，
要出十号玩家，二号玩家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也要出十，票是投的十了。六号玩家是个狼嘛，六号玩家也投十。所以说你看嘛，一二里面今天出掉一个吧，好吧，要么一二里面怎么出的？二是投十的，一是投那个的。五号玩家说今天要出二的，要么先投一吧，好吧。我觉得投一吧，我认为有可能是一五两个，好吧。我是这样想象，我觉得十有可能是女巫，八是狼，因为八这个发言我认不下他是女巫，好吧。就这样子，好吧，我不了。哦，我觉得八是女巫呀，十是女巫，他背后就是这么多牌打了，他一定会起跳的呀。十是女巫为什么不起跳啊？你们觉得十是狼？你觉得四是狼啊？四是狼，他今天说十有可能读错，场上还有三个狼，他是狼，这么老实干嘛？要找三个扛推位啊？四怎么做狼啊？我听四是好人呀。你怎么把二保下来了？你觉得十一定是一个狼？十、十二、三、四，不对，十一要保二，轮次上就先投十一。一二只能出一个呀，四五也不上两个，我觉得十是好人，我就投十一。我本来想今天订票投二的，你要把二捞起来啊。你觉得四是一个狼，四是狼要，他说十读错，他们要找你们三个人扛队，那他不如顺水推舟，全场人都说十是狼，他顺水推舟说十是一个狼，外置位找两个扛推位，顺着你们的逻辑游戏就可以继续进行。为什么他要跳起来说十有可能是一个好人呢？一二是双狼啊，一二不太像双狼呀，因为一是昨天带票要投十的，他最后如果他的意思是狼队友要跟票投十，那么为什么自己要变票投二呢？所以我觉得一二不像双狼呀。十是狼吗？我主要是没有找到十外置位的同伴呀，谁都不认识十。十认识十二吗？你认识十吗？你说十一定是狼的，四也不认识十，一二谁认识十呢？六也不认识十，所以我觉得十不太像狼，我觉得十读错了，还有三狼结构呀。你要保二，我就先投你，好吧？明天再一二 PK。一号玩家，我觉得一不是很像。就这样吧，我会订票投十一的。发言完毕，警长归票十一号，所有选手请戴盔投票，请戴盔举手。五、四、三、二、一，一号投给四号，二号投给一号。四号投给一号，五号投给二号，七号投给十一号，九号投给一号，十一号投给十二号，十二号投给一号。投票结果：一号出局，请发表遗言。哎呀，五号投的是谁啊？这个二就不能是好人了。那个警长归你，我也没投十一。但是二不能保，二是他们两个都已经打了几天了，他说今天 PK， 然后怎么可能同票型投一，就是因为你耗了票。我告诉你，你说三一定是那个预言家，六不是，那你找警校的同伴，警校你说三四十二就不是，是不是理论逻辑上都应该是归四，警上四匪结构成不成立？十一说一二是双匪，一号玩家投的是二，那五号玩家你不聊，井上有没有四匪的结构？那井下是不是一定出了匪？轮次怎么又拉到井上来了？你们井下的轮次不出吗？七是个饮水，六号玩家你们真的预言家，五号是个金水，所有人五号玩家觉得我是个好人，十一号玩家觉得我是个好人。你这个猎人牌跳出来，你说你要跨越轮次，把我的两张牌先保了那张牌出了，饮水说我是个好人，谁在带票？不就你在带票吗？十二保了四，我逻辑上都应该投十二的，十二说四十一他全保。那八你说你强掰，你说十四个女巫，那十四个女巫干嘛不跳啊？我们好人输人次了吗？第一天平安夜不就是三号玩家这个那个六号玩家跳了吗？他跳个女巫怎么了？他跳个女巫我们可以分辨谁是真的，他如果发言很好，他是个真女巫，八就是个狼，六就是个狼，不就从这些身份跳出来就断定谁是预言家吗？那八号玩家在该座位跳个女巫他不跳，你让我去认十四个女巫，谁告诉我的？
就抿出来的，怎么可能花月轮是头一啊？一现在还是个狼吗？一是个狼，谁是同伴吗？二不能是，二现在把我投出去的，我今天单票挂了二，我要去归十的。那四不就是一定是修仙的轮次吗？不是一定先把形象的出了吗？那读都应该第一天都应该是归四的，归四读十二就把我坑牌了。你们认为三有变就不要读十二，就一定是二十十一里面去排坑。我已经逻辑跟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六号玩家打不打牌我们再看，怎么跟这个轮次把一投了？我是个好人，嗯。验完毕，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天黑，请闭眼。三、二、一，天亮了。昨夜十二号选手死亡，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请给号码。请选择死左死右二号或者十一号，请给数字。十一号选手请发言。哎呦，发言，等一下啊。哎，摊牌了，不装了。我是狼，我是狼。摊牌了。我靠，一都出局了，我以为我会出局，我都准备好遗言了。我是想过投一的，我就投一能投出去，我就怕你们不跟票，你知道吗？就怕投不出去，然后就拉崩了，对吧？就投十二还能发遗言，因为投一是没有心路历程的，投十二有心路历程。嗯，那是悍跳，我们本来四个狼，现在他们那个什么了，对吧？嗯，其实是可以砍七警徽给五，我们还能推十二，对吧？这样是最稳的，不是最稳，这样就那什么嘛，对吧？懂了吗？啊，没关系。晚上点刀，第一天点刀是六八九，挑了一个最平的这样子吧。那个其他玩家你是白痴吗？我觉得你其实不是很像啊。我过来。
天亮了。左眼七号选手死亡，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是否移交警徽？警徽移交给九号，请七号选手退场，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死左或死右，五号或九号。九号选手请发言。十一号选手请发言。看二号玩家意愿吧，好吧，要投票还是要自爆？过。看他们怎么挂吧，好吧，投吧，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警长归票，十一号，所有选手请戴盔投票。五、四、三、二、一，二号投给九号，五号投给十一号，九号投给十一号，十一号投给九号。投票结果：十一号出局，请发表遗言。遗言完毕，是否发动技能？五、四、三、二、一，请死亡选手离场。天黑，请闭眼。如果你玩狼人杀没有露脸，你就会一直遭人怀疑而闷闷不乐。如果你闷闷不乐，你就会乱买机票去旅行。如果你乱买机票去旅行，你就会不小心闯入神秘实验室。如果你闯入神秘实验室，你会被科学怪人追杀。如果你被科学怪人追杀，你就会蹲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千万不要因为玩狼人杀没有露脸而蹲。四、三、二、一，天亮了。昨夜九号选手死亡，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配置为玉女列白，其中狼人阵营为二号、三号、四号、十一号，预言家为六号，女巫为八号，猎人为九号，白痴神为十二号。平民阵营为一号、五号、七号、十号。首夜狼人落到七号，女巫开解药形成平安夜，预言家查验五号为好人。第一天上警环节，七号当选警长，放逐投票环节，六号被公投出局。第二夜狼人落到八号，女巫傻毒，十号放逐投票环节，一号被公投出局。第三夜狼人落到十二号，放逐投票环节，四号狼人自爆。第四页狼人落刀七号，放逐投票环节，十一号被公投出局。第五页狼人落刀九号，游戏结束，狼人阵营获胜。在下水道里怀疑人生。第一局公雪狼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一个胜利啊，不得看完整场比赛，我就觉得，因为观众们不是上帝视角，所以我发现有很多弹幕有很多弹幕观众也是站错边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啊，看完结果之后，我们裁判是觉得华山论剑真好看啊，那这局其实说的那个一点啊，这个三号四号三是啥？三 DQ。三是 DQ 的，因为按照我们的规则是不能抢先发言的。在上一赛季曾经有一位是真预言家，因为抢先发言直接把验人爆出来了，直接影响了当局场上结果，所以按照我们的规则是
直接要被判 DQ 的。那这是三号玩家自己的问题。那三号玩家虽然这局狼人阵营获胜了，但是他没有得分，反而还在倒扣三分。当然其实到后面包括一番也比较颓废了，因为知道已经输了还没有带麦，各种小细节白白扣掉一些这个附加分，其实但是从一番门派的角度啊，我该说的时候、要感谢一下狼人没有自爆，他还有拿到一票投票分的好处。哦，对，还有一个投票分。对 对投票分，因为他第二轮是对的。对，他第二轮投的，第二轮是对的，所以第三轮就又拿了一分。然后可能观众还要说，可能最后狼人已经赢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但是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是最严谨的比赛规则，是要把整个流程走完。只要狼人没有选择拍刀，我们是要继续把整个流程给走完的。对，因为也看到了，因为有 DQ 的可能嘛。对，万一狼人又是邪轮眼，这个对，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 DQ 了，那好人还是有机会。对，然后狼人呢，先刀了十啊，再刀七，为因为多一刀嘛，保险刀，把反正该怎么刀就怎么刀吧。然后好，那我们接下去言归正题，我们开始评选本场比赛的竞技背锅和 MVP， 刺激来了。好，首先我想先评选本局狼队的 MVP 啊，我是已经想好了。好，准备投票，三、二、一。啊，好的。文老师先说一下你的看法。因为四号是投死了预言家，跟同伴一起投死了一号，然后我认为他，他是被好人保下最多的人，在十一跟二出局的那个轮次里面。没错。而且我最后还选他的还有一个关键点，当然也是因为我认为。有一些小的细节就我认为就是加分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给好人再继续加分的机会了，虽然自爆了。对，当然你们选二可能是因为他找到了白痴，对吧，或者说他倒钩之类的，之类的，但是我没觉得二号有多好，因为第一轮其实好人觉得他像狼的。是的，对吧。那说一下我的看法，我不知道跟那个小磊老师是否是一样。首先那个二号玩家找到白痴，那相对于其他来，因为当时四号玩家是要刀七的，对吧，我们明确看到了，然后二号玩家非常非常坚决说十二，然后在他们两个争刀，包括还十一号三叔在争刀的时候，二号玩家明确说十二是白痴，十二是白痴。 OK， 到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打断一下，因为那个时候谁是白痴根本就不重要，是这个是事实吧，是因为猎人是明的，三刀外置位的谁是白痴真的不重要，是且刀完十二又到了七，是，那十二是白痴吗？不一定了。是，好的。那事实证明，二号相比四号玩家，他是找到白痴了，对局势没有帮助，但是在狼刀顺序当中是要刀白痴的。那只能说二号玩家在你心目当中加分点不能加一百分，但是能加0.00000001分吗？我觉得可以，可以。而四号玩家加不到这0.00000001分，这是我的个人判断，这第一点。第二点，可能我跟轮子老师的视角不一样。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赛季的某一局也是你判的，当时二号玩家我们在这局当中从井上开始被全场打，所有人都说二十狼。但是二号玩家通过井下两轮的表血发言，他活下来了。我认为二号玩家在所谓的被好人严杀也好，或者井上所谓那个滑雪狼被打也好，但是通过两轮的表水他活下来了。然后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十一号三叔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最后投了十二，没有投一去投十二，那这个表现我认为在狼队收益上面他是不对的，他刚刚自己发言也是承认不对的，所以我是在二跟四当中去选的，对吧，因为三是不可能嘛，二跟四当选，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我认为二号玩家比四号玩家要优秀那么一丁点，但四号玩家也很优秀，因为四号玩家是相对来说被更多好人认下的一张好身份比较高的一张狼人牌、但是我认为二号玩家刀中的白坚定刀白痴，以及二号玩家在逆境当中存活下来，我觉得这是二号玩家优秀的表现。 OK，我说一下我投二的原因吧，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为我们裁判组减轻点工作，因为我觉得这盘还是应该会有可能不说清楚会有点争议。我投二的点是因为我们评判的标准第一个是轮次，后面就是行为，有了行为之后才有了那个，我觉得二的垫费做得很好，你们有考虑过吗？而且文字老师说了一句四把预言带给投药了，首先不是四的功劳，是好人犯的错，七号玩家拿了警徽攻投了预言家，那投谁都是一样啊。
我个人这么认为，因为鉴于是二的行为垫废了预言家，好人站错了边，为什么不能是二的功劳，你要说四的功劳呢？这是我个人这么认为，这个就大家的功劳，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这是大家的功劳，很难界定到底是二垫废还是好人站错边。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二六是功，二六是两个狼嘛，对对，说六是悍跳，都把二六打成共变关系了。OK， 认可。对的，我是这么认为，反正这是我是二的最终原因。四的 MVP 面就是他被更多好人认下，对吧？狼队当中身份他应该其实四是蛮优秀，这是我承认的，但是。总归拔子里矮子里面拔高个嘛，我觉得二四其实都没啥大问题，只不过高个里面拔巨人。在二的二，我觉得二做的，在我个人认为，我认为二做的事情比四更多一点。说句心里话，但是也不太合理啊。嗯。真的 MVP 不就应该三号被 DQ 吗？所以好人根本就听不见三的发言，就单纯的凭眼保啊，就一句发言就觉得三是预言家，所以六号说什么都没有用。是。所以说一会儿开个小玩笑啊，一会儿有的，一会儿有那个眼保的那个人的事的，没问题，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然后那我们按照规则还重新再投一次好吗？哎，三二一，好，那么恭喜二号玩家作为本场的狼队的 MVP。好，接下去我们要评选的是好人的尽力是吧？哦，背锅我是有人选的，好人尽力哦，我想到啊，对对，没错，好。准备三二一，那个我投女巫啊，我投女巫，女巫是那个八号，八号啊，我先说 ，OK， 我承认一号从头到尾投的都是对的，嗯，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嗯，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定票去投谁，而是在最后投票阶段投的是狼人，这个是事实，对吧？为什么我选的还是女巫？虽然他读错了，但是他井下的站边，他跳身份站边，是他带不动，不是他的错，对。对吧？对，是所有好人认为他站错了边，但是我也责怪他一点的就是，为什么有三不读要读个十呢？因为三是明朗嘛，但是这不能代表他没有尽力啊，他努力了，他努力了，只是好人带不动好人而已，他已经在第一个位置跳了女巫，又没有狼人跳女巫，那是他的错吗？不是，所以我最终还是选了女巫，但是一号玩家表现是很好，因为他投的都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说在他位置定票投谁，他也不是个明身份，他只能是票型拿到了他应该拿的投票分，但是他没有带动场上好人去投狼人，他只是最后投的是狼人。OK，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但我有一说一，龙子别生气，我不生气，我根本没考虑过八号玩家能成经理，他井下确实站对边，而且他当时说我最后说我是女巫气势饮水，最后五秒钟他最后说了，那当时我跟文那就举个大拇指，优秀广宇跳女巫，至少他发言是也是站边那个真预言家的，但是他最后投票投的是，他没有投六，他一定他没有投，他一定会跟真预言家投票啊，嗯，他想让预言家活下来，是不是预言家说投谁他就投谁呢？哦，对对对，哦，对对对，那你们怎么可能？哦，对，怎么可能？是我的，是我的。如果六号说投三，他也一定会投三。是我的，如果我记错了，我记错了，对吧？因为预言家选择了觉得像十号像狼，我记错了。嗯 ，OK， 这是我是因为预言家觉得十是狼。然后预言家没有去归三，所以他跟着预言家投是不是他的错？对对对对，对吧？对，他只想把预言家救下来，所以他跟着预言家投票。OK， 我现在可以考虑女巫了，因为是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虽然十号也不是狼啊，但是他想让预言家活着，只能跟着预言家投票，这是肯定的。好，那小姐老师你说，我说刚刚是我记错了。我说给一的为什么是给一尽力？首先就像文字老师所说的，他说给八的道理是因为他是建立在预言家把十给公投出去了，所以说他读的十。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女巫牌的话，其实每个人就像我们都说的，你好人没有好人的思考量吗？你是女巫，你没有女巫的思考量吗？你干嘛跟着预言家走呢？且我认为也要掰的话我也可以掰，他是个女巫，我觉得他发言没有让我很打动，他是个女巫啊，后面有好人质疑他不是女巫啊，虽然没有狼敢跳嘛，但是前提是因为三被 DQ 了，只有三个狼了，他们不能跳，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而且你说一的，你说他站边对了，但是相比来说，女巫跟一的视角难度，我觉得一的视角难度会更大一点。他是个平民，他投了两轮票都是对的。首先，我觉得这样的，首先在预言家有的情况下，先考虑站边。就是首先啊，一定要考虑站边。我没有觉得一号玩家第一轮站边了，只是投票投对了，这是事实。第二轮投票也投对了，这是事实。但是我看到的是女巫在第一个位置高置位井下投票给了真预言家，井下反正无论是最后还是什么时候，他跳到女巫身份跟真预言家站边。对。然后跟着真预言家投票，也许十号不是狼人，这也是事实。但是想让真预言家活着，就必须跟着六号投票。那我这么问一个问题吧。
如果他号票第一天把十给出掉了，一也跟着女巫的手去投了十号玩家，他没有投二号玩家，那你会觉得女巫晚上会读谁？那到时候这个境地如果好人还输了，境地给谁？小李老师，我觉得就是假设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是他站对了边，跟曾玉佳投票，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时确实不是个狼，但是想让曾玉佳活着，是不是跟必须跟着曾玉佳投票？我的个人理解，包括我的个人理解，因为当时场上是这样的，就是投。就有一个论据，我觉得你可能偏牵强，就是女巫认定六是预言家一定是跟着六号玩家去投十的，我觉得这是女巫毋庸置疑，哪怕女巫认为十有可能是好人，那大多数我们总给希望，就不希望预言家被冲出局嘛，就被迫去投十，唯一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就是赌了十没有读三，他晚上读十确实那个操作，当时文字老师也是一直很遗憾对吧，没有去读三，但所以十号这条人命按照我们以往的联赛的判定啊，就是我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在我手里，是女巫自己，对，是女巫自己，但女巫最终决定权去读了十，她确实犯错了，所以十号这条人命我会背在八号女巫头上，承认，我承认，你不，我不能把十号这条人命是完全背在预言家身上的，其实预言家也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有三不归要归十呢？可能大家都觉得这 DQ 的人不需要再操作了，可能因为这种事情比较罕见，对吧？正常你视角不仅应该把三归零，所以华盛顿剑也为数不多，预言家拿不到那个一分。其实预言家也有责任啊，我讲心里话也有责任。但一号玩家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他第一轮投的是二是狼，第二轮他说四十一 PK 两个都是狼，最后投了四，也就是所以一号玩家他平民，你要说他号票，他不是一个明好人牌，他也号不动票，对不对？但是所以从行为上面来，一号玩家两轮全都投的是狼，你说他不好，他已经也挺好了。对对 对，我承认。这个确实有点难选，我可能我承认一号的表现很好，因为他投的都是对的，但是论尽力嘛，是不是要好人尽力？我认为女巫肯定是比他尽力的。因为女巫在告诉大家六是预言家，我们投票，我可能有注意了，准备投票，三二一，文字老师 sorry 啊，没事，我觉得一号也很优秀，因为他投的都是对的，因为确实读十那个轮次的错误点是要十号来背的，八号来背，来吧。八号来背，好的好的 ，OK OK， 这是我个人想法，没关系，我认为给广宇也很优秀，跳身份站边其实相当优秀。我觉得还是广宇的风格，我觉得应该还得再刚硬一点。我个人认为，只要广宇晚上读三，他一定是金。就像上次那个谁说的，我是个猎人，谁敢哦，我是个女巫，谁敢出我第一个从你小号第一个开始读，就这种气势出来。那可能要被迫狼人要起跳了。好，那我话不多说，接下去最后一个。好人阵营的背锅啊，我人选是满定了。好，准备投票，三、二、一，啊，三票九，恭喜二十七号玩家。我投给九号猎人是，首先八号玩家是跳女巫站对边，而九号玩家是我跳猎人定票投六，对吧？就是站错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后面那个轮次投十啊。投一号，对他参与了一跟十一那个轮次，猎人和十二号两个好人跟着狼人去冲票，他是相当于听完一圈发言的人，对对对吧？层底位的，对，当然还有一个小错误，他认为十是女巫，八是狼人，但这个不是特别重要，对吧？他也判断错了，所以这局猎人蛮可惜的。中中第一次上华山，也拿到了第一个成绩，背锅啊。希望后面两局可以好好的调整回来吧，好吧，好，那恭喜本场比赛的 MVP 二号玩家尽力，一号玩家以及背锅那个九号玩家。好，第二局希望来你说吧，谁加油？第二局我认为好人会赢。好，好人加油。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身边的是第一局啊拿到狼队 MVP 的二号玩家，来自我介绍一下，是第一次上华山吗？对，这是第一次上华山，就是沙老师介绍我过来上华山，也是第一次，那还是比较荣幸的，能够获得第一局的 MVP。嗯，那个在我心目当中，因为我当时我也是选二跟四当中选了你嘛，我认为当时在这个逆境当中，首先你想说一下为什么你选择打倒钩？是说实话，因为当时十号玩家的发言听完了之后，就可以说是全场可以说是可以去，因为井上很多人不是踩我嘛，嗯，那井下的发言当中有一张好人牌，就是二号玩家，十号玩家都出来了。那那个位置的话，如果就在站在我们狼队视角上来讲，第一天扛推一张预言家或者扛推一张平民牌，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十二号玩家白痴牌已经被我锁了，就是那天你第一天就已经找到十二身份，第一天就找到十二号玩家那张牌，嗯，所以当时他们说刀疤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晚上我们笃定，其实我当时还是不太笃定能不能读到，就是八号玩家那个位置能不能读到我或者读到狼队友，嗯，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刀身份刀身的话我。刀神的话我觉得可能更稳一些，嗯嗯，那当时我跟他们说刀疤呢，我觉得也不错，嗯嗯，那个位置是其实也那个，所以当时我觉得刀神可能更好一些，嗯嗯嗯，然后这个打了倒钩也是起到了很大程度一个垫飞作用，然后应该从第一圈第二圈发言井上井下都全场被打，最后靠什么活下来了？在我视角当中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狼坚强。其实就是表水吧，因为这个游戏拿狼你要么跳身份要么就平民表水，嗯，那如果你表水表成功了能拉到一刀两张好人牌的票其实是够的，嗯，因为当时九号玩家当时归的是一号玩家，当时我们心里面想法就是九号玩家当时归的一号玩家，我们所有人投一就一定能把一号玩家投出去，对，所以因为十号玩家是个好人牌，走的场上还有五张好人牌和四张狼，但是四张狼三号玩家已经被 DQ 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三张狼加上九号玩家一票，如果外置位还有一张票能跟我们走，我们五票就一定能把是哪怕有人会分票那狼票也够了，对吧？对对对。然后最后再采访一下，就当时三号玩家被 DQ 那一刹那你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说要不要自爆把预言家吞了但是真的结局一圈发言下来之后，我本来是想打冲锋，后来发现打刀钩的效果可能比冲锋更好，因为那边如果我再去打冲锋的话，他六就没有人做到六号玩家，就六的狼坑就变成孤狼了，对，就变成，所以那个位置的话打刀钩其实一方面我正好被人全场打，二个可以填一下二号六号玩家的狼坑，对，这样子的话二个三个反正也出不到我，是，这就是这个倒钩狼人的这个五要素之一，就是如果当时场上你身份最低的情况下，你是最适合选择打倒钩去垫飞预言家的。对对 对， 对，如果想学倒钩的话，欢迎来东钩，好吗？好，那恭喜二号玩家，好吗？好，下两局好好表现，谢谢大家。好的。